肯定又是那个该死的老鼠给我咬的。全都会啊！你给我出来一下。妈，又怎么了？你这一天天全都会，全都会的，烦不烦啊？还烦不烦？你看，这老鼠咬的啊，昨天一堆，今天又一堆，这一天天的，糟蹋多少粮食啊！那怎么办？这该死的老鼠，让我看见了，我非得敲死它不行。哎妈，你看啊！ 这么大老鼠洞！天哪，是哪哈？慧呀，你赶快凿开石头，砖块什么的，我把它堵上，省得再糟蹋粮食。好。妈，给。等会儿，你看这老鼠偷了那么多花生。 我把它抠出来，省得浪费了。哎呀妈，这老鼠偷的可真不少啊！可不是，你看这么大花生都给偷走了，该千刀的。哎，这是什么？钱？啊？这里边怎么会有钱呢？ 看起来还不少呢，6张。哎妈，你前两天不是刚丢600块钱吗？啊，对呀。这会不会是你丢的那600块钱？这怎么可能啊，在老鼠洞里呢。你看你前两天丢的那钱不是没有找到吗？会不会是被老鼠拖进洞里了？ 这可能吗？极有可能。你看老鼠都能把花生拖进去，更不用说这钱了。哦，有可能。哎，你看我再扣个老鼠洞，还把钱找到了。哎妈，我看啊，你不应该再骂这只老鼠了，你还应该感谢它呢。嗯，是哈。你看这个老鼠洞堵不堵了？哎呀，还堵啥呀？你看这钱脏的。 上面全是你，你赶快回去把一番用毛巾擦一擦吧。嗯，对对，我再去取它。妈妈，月亮之下有了你，我才有家。离别，虽半步即逝天涯。思念，何必泪眼？ 爱长长，长过天年，幸福生于会痛的心田。